日月潭的平静潭面露出五只青蛙。一早南投好天气，无风无雨，但明明一个多星期前，哈努台风夹带西南气流，过去一周不管是山区平地都带来强劲雨势，甚至严重灾情。八月七号当天，日月潭本来呈现满水位，九蛙叠象只剩一蛙探头，经过一个假日竟然变五只蛙露出潭面，水位不省反降。我想说前阵子的台风应该是水位会更高，看起来好像还是比预期的中来的低，应该有泄洪吗？外界还一度担心会不会是坝体结构出问题，台电大关发电厂解释，关键在发电放流两大因素。当本流浊度上升，五界坝立即停止引水，并联合上游的污设水库进行空库排沙及河道冲淤操作。台电截至上午测量，日月潭水位在747.15公尺，蓄水率还保持在91.74%以上。强调农作灌溉用水不受影响，目前浊水溪浊度已经逐渐降低，五界坝将尽快进行蓄水作业，希望维持日月潭水天一色美景。记者曾文祥、黄尚波、李云杰，南投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